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现在游玩的游戏是2000年出品的《新绝代双骄2》，那目前游玩是江小鱼的路线。那现在是玩到苏英拯救江小鱼之后，那跟花无缺准备要换主角的这个时期，要进到第四时期了。第四时期就是基本上就是要进结局的地方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先继续游玩江小鱼路线。这是最后一次选角了，江小鱼，我多么希望安心之约永远都不要到来。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做朋友，只要有心走遍各地查问，终然得到真相，总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。以你们的聪明才智，只要推算出其中真相，这一场恶战必能避免。说的还真简单啊，我决定选我自己。小鱼儿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独居山洞，不是可以选他加入吗？不行，不是说可以吗？还是不是现在？啊，我现在中毒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要中毒，要不到时候江小鱼打不死我怎么办？不是啊，花无缺打不死我怎么办？不是可以选他，让他加入我吗？小鱼儿，刚刚说的话我让你赖到一半好了，你别走。一半？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是不可能强求，强要求把你永远留在这里的，是吧？那当然，谁要是硬要把我留在这里，那就是呆子。我就让你走吧，我知道。若是要留住你的心，就万万不能把你人强留下来。你就是想强留下也留不住我。只是你刚刚说那一半是什么意思？我倒想听听。那就是我和你一起去冒险吧。冒险？你不是完全不会武功吗？看你这娇滴滴的模样要去冒险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呢。我虽然不懂武功，但那只是现在不会武功。你是怕我以后进步比你快吗？还有我偏要的技巧，恐怕天下无人能及。你要是有我在，很多麻烦事就不再麻烦了。就算我肯答应来参加冒险，你可知道我一个月后就要和花无缺决斗了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你还是别跟着我吧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像你这样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。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吧。小鱼儿，我得考虑考虑，这可是关系我后半生的大事。你终于还是回来了，像你这样死皮赖脸要跟着别人的人真是少见。我是为了不让别人受害才让你加入的。原因不要搞错啊。真的太好了，原因是什么都好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冒险就好了。香，我怎么觉得苏英这个头像比较好看？使用本书可以查看敌人资料。药王经，小鱼儿，你等一下，这有密门，里面有些武器很密集，路上会用得着。好，这个武器跟密集哦，就是你等级输赢的等级不同，30等、40等、50等再来，宝箱会再重新开启，会拿到一些乱剑诀啊那些东西的哈。哎，好，是你。那这在输赢丫头那里，我们吃的亏，还没向你讨回来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别这样嘛，要是真的啊，只怕你们连亏的本都找不回来，连命都要送掉了。那天中苏丫头的毒才被你们说成，现在哪有这么简单？不错，你拿命来吧。我被迷惑了。
用怕，我有秘技。我还没有玩遍四山的蓝呢，怎么可以这样就死？啊！原来我命里带财运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总是发现宝藏。看来我一生吃穿都不用发愁了。苏云小丫头，我捡到一只金簪，你要不要？你说要送给我？别搞错了，只是刚好捡到，又想留着而已，没特别的意思。可是小鱼儿，这个是凤凰金簪耶。我不缺钱用，你拿去吧。小鱼儿，凤凰是夫妻的意思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最近催钱催得很凶，我都没有听到。音乐蛮好听的，定情定起来。哎，真的坏掉了！我刚拿到什么秘籍？我刚都没仔细看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吧。江小鱼，江公子，我是移花宫的宫女香兰。你好啊，不过没有人叫我江公子的，很奇怪耶。大公主有令，学过的地点改在附近的玄武宫举行。我是来通知江你的。不过江公子约定的时间还没到，你何不妨就去练练武功，武功高一点再回来，不然大公主会很生气的。也希望你不要为难我，这样才能多挡我家公子几招。要硬要70等哦，快到了。苏小姐，我刚才胡言乱语，希望你大人大量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放在心上了。多谢多谢。他怎么会这样宽宏大量？是啊，他有情郎了，真好。你说从前有个同行出言不逊，被家小妖弄得半条命，我运气真好。5000。哦，这是点数。点太慢了吧？才200点，不够。这个人怎么样？我想想再说。不是他们吗？喂，姑娘，可是叫我？嘘，小声点。我说你听，若是有兴趣就接下来，不愿意就离开，知道吗？喂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这是赫赫有名的银山侠旅，你当然听过我们的名头。现在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注意听好了。是。若是没什么意思，待会整死你。我们这次是途经安静，本来是要回扬州一趟，谁知道送给家师的一些礼物莫名其妙在路上掉了。是一个紫色的布包包，进城时我们还检查过，所以应该是掉在城里头。奇怪，你们既然知道掉在城里头，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呢？因为我们是银山侠旅啊，连银山侠旅都会掉东西，传出去不是丢脸死的，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去找啊，而且不能委托原本就住在城里的人，不然为什么要找你？原来是这样啊。好了，前因后果你都知道了，如果你愿意去找，就帮我们到城里去看看吧。我告诉你，可不要说是我要找这东西的，我们不会承认。是，我帮你们去看看，走着瞧吧。
紫色的布包，出家人一切讲究朴素，不会使用紫色之物。你问错人了，明珠小妹妹常在街上玩，你去找她问问看。明珠小妹妹，这个吗？紫色的包包，我在路上捡的，我还以为是邻家曹大娘的，我拿去给她了。啊？右边街道，大树下，右边街道，看到。你的布包，拿证据来，凭什么说是你的？我们开布包相验。这布包里面除了书籍杂物外，还有一只白手金蟒和三只要当他饲养的赤翎蜈蚣，放在木盒子里。你不信就打开好了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想唬我？这里头是三本蜈蚣盒，那就是我说的书啦。我在里面还有藏有金蟒、赤翎、蜈蚣。拿回去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看过？谢啦。哦，机制等了，全部交100。好像输赢就直接从一等升到45等，快吧？有没有办法可以按快一点啊？这傻傻在那边按，真是的，本来以为捡到便宜。不喜欢先生消失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妹，你看是这布包没错吧？手速很快，哪有快？我平常都用。对，没错，这位少侠替我们找到了。那我们要怎么谢他？我看这位少侠也是练武的，把我们随身携带的琉璃光晶送给他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妹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因公来到这里，要长期住居无意识，黑皮安全的蚊虫很多，我晚上睡不好觉。听说有种那檀香的驱蚊除虫，我自己看到，麻烦带来给我，我会留意的。啊，就这样，走吧。我猜我来往于四海春月楼、宜昌、安庆这几个大市镇，也见过许多事。前些日子在经过千峰林时，看到过一头奇特的神兽，回去问过师兄师姐，才知那神兽居然是一只麒麟。大家都说我福气，麒麟出世天下略相，而我居然有幸目睹，觉得这些年来的修行太值得了。千凤林麒麟，经过时刻顺便去看看。奥兰后面的小巷，然后他檀香的，好，回去。这个糖香合引力吗？太感谢了，从此晚上可以好好安眠了，谢谢你。哈哈哈！智力不用吧？48的。小青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好想再见他一面。真不明白，娘为什么非要说是我们来往？他就算不是十全十美，我也瞧不出他有大缺点。娘明明和他也常聊得很开心，应该不讨厌他，为什么一提到婚事就拼死反对？这位少侠，你可能一直听我发牢骚，我真高兴，其实我早看听到小青的消息，有人告诉我他住在圈瑞楼，我本来想去寻他，但娘却拼命阻止，你能帮我送个信吗？好。荒郊野外的怎么会个小女孩？大哥哥，我好怕。别怕，有什么事都跟我说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真的吗？大哥哥，你最好了，我最喜欢好人，因为好人都有好心肠。哈哈哈。
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大哥哥，你的肉可不要太硬啊。欸，他好强哦。天幕僵尸。血那么多啊！苏英刚刚说骂脏话，你刚骂脏话被我听到了。哎，连鬼都遇到了，今年有点不利啊。直男道长，原来是你。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武当派的掌门了，这次出来云游四海的老道。道长风范果然不是一般的可以比拟的。我这里有封书信，是要给现任武当掌门玄真道长的，你可以帮我跑一趟吗？小小事情帮道长走一趟又何妨？那老道，我先说声谢谢。自然，我们遇到麒麟了。嘿呀！嘿呀！打他之后用阎王铁，对不对？会得到幽冥鬼锁。幽冥鬼锁是干嘛的？幽冥鬼锁是干嘛的？是一个武器道具还是什么的？哦，幽冥鬼锁是驱邪镇鬼的高档货色，可以从麒麟身上获得。有商人愿意收购，好，这个就目前还不知道哈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吧。我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决定就好。我早就觉得该动手，万一他和叶南天联手起来，我们岂不全死定了？啊哈哈哈！小兔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会的把戏哈，通通都会，不可不防啊。不。我们也舍不得，毕竟小鱼儿是我们拿大带大的，小鱼儿若是死了，我少不得也要掉两滴眼泪的。即使如此，你们为什么也要害他，故意留下那些标志骗他到老鼠洞去？这岂非存心让他死在那大老鼠身上？这紫英掌门知道，就算那大老鼠也弄不死他的。你是怕没这么好心吧？你只不过怕了他，所以想借刀杀人要他的命。哈哈哈！司马兄，没事别乱说，这样会挑拨感情的。老子说的难道不是真的？你敢不承认？咱们只现在承认也没关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算他是被咱们害死的，我还是为他掉眼泪的。够了，何必呢？我早就知道燕大叔和我的关系，也没有打算害你们啊。好，这边好，我刚才已经有存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直接
直接跟他们对话，我们先触发另外一种条件哈，没有名誉功，这个名誉功不是真的名誉功哈，是要直接要去拿秘籍的那个才算是哈。各位叔叔伯伯们好，想不到会在这碰上大家。小月儿，你可好啊？在天外天有没有受伤啊？对啊，我们刚才还讨论你呢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你没事，很好。你没事？司马大叔，你瞧我身强体壮，当然一点事也没有了。那你没事就好。小月没事，不过屠姑姑要倒霉了。小月来的正巧，该听到的、不该听到的，全部听到了。哈哈哈！上，这小子全知道，非杀不可。罢了，就让我死在你手上吧。你们这么废，拜托。哎，又阎王姐太看得起他们了。我要迷惑了，杜莎其实，我要怎么形容杜莎那个人格特质啊？我觉得杜莎算里面算是比较好的那一个。你干嘛不动手？是可杀不可辱。我们把你养大，养虎为患，自找麻烦，死了也应该。求求玉儿不要杀我，我胆子小得很，会被怪族欺负的。我才懒得理你们呢，亏你们把我养这么大，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是那种会动手杀对自己恩子的那种人吗？你们虽然是我的养父母，但却完全不了解我。走了，可恶！为什么要放过我们？哎，你们是不是脑子阿玛的徒弟？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好，我是赏金榜上赫赫有名的太行山黑熊啊！最近急需亡命江湖的费用，你们快交出来，我的大爷就不客气了。那你就试试看吧。我可是赏金一万两的要饭，竟然看不起我，找死！你这个小废物！如果带轩辕三光来，不知道会怎样哦。苏英一直在骂脏话啊，我会不会被鞭挞啊？不是一万两，你是多少两？大概多你十倍以上吧。好，走吧。老实说啊，我觉得拿到名誉功之后，再触发屠教教的剧情啊，反而比较残忍。我觉得这样走进去一定有麻烦。换装好了。我扮女装也蛮好看的嘛。哈哈，哪招？敌人真多。哎。哎，辛苦你了。以前路人应该超烂的吧？我怎么还有敌人？
敌人也太多了吧。你过来。是。二公主的房间最近没有人整理，你去帮她整，忙整一下。是的，吓死了。但是莲心公主是哪一个房间呢？好不容易摸进来，要找找秘籍在哪里。拿到了，找到了。如果把这东西拿给杜叔他们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各位叔叔伯伯们好，想不到这碰上大家。小鱼儿你可好啊，在天王殿有没有受伤啊？对啊，我们刚才还谈论到你呢，你没事是太好了。你没事很好。各位叔叔伯伯们姑姑们，要小鱼儿去办了两件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件事是帮我拿到那欧阳兄弟，这事已经办妥。另一件事先要弄到本明玉宫来给我们敲敲。难道小子你办到了吗？不负各位长辈所托，小鱼儿是拿到了。哈，果然不错，天下间若是有人能办成这事，那就非你莫属。而你也果然办成了。那秘籍就先交给杜老大吧。行。哎，没有互相残杀哦。就这样子。但是小玉儿早就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还是帮他完成了他们交代的事情。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好。小青。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果然不错，这里有一封你的信。谢谢你，虽然有点抱歉，还是请您告诉他忘了我吧。这么简单，包在我身上。能不能请你转告时口气委婉一点？放心吧，我也不是爱看人家笑话的，只是好玩而已。好，走。那小子，信给你送到了，还感谢你啊，他一定回来我身边的。他可没这么说。喂，有没有在听？小青，他没在听。什么？什么？好不容易我回来，没想到妻子早已死去，女儿也不见了。嗯，你是上海武器铺的老板吧？屋里的人问你为什么要一直在走来走去的。少侠不瞒你说，这是我家乡啊。我本想回来找我小女儿小青的，可是她却不见了。小青，我认说是那春玉楼的心上人童敏啊。春玉楼，你是我女儿的春玉楼吗？这我怎么会知道？少侠，请帮我去问问好吗？你为何不自己去确定啊？这个，想来是当年有了新欢，忽略女儿，觉得对不起她是吗？既是如此，你就更应该亲自前往。可是，我明白了，你始终是抬不起头的懦夫，难怪终究是无名的剑客。我替你去就是了。庸医误我。怎么说？我的病变好差不多，但是上次去大夫抓药时，他配错了药方，把原本要活络血气的药去成去虚降火的药，这下又要养病了。有什么难的？小病而已。啊，真的，而且舒服了很多，
你比那佣兵强太多了。那当然，一般人怎么和我江小玉比？哈哈，太感谢，我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就送你们一串葡萄吧。得到葡萄，还被吐槽有什么用？哎，很有用。小新姑娘，你爹叫我来找你。真的吗？你说我爹找我？是啊，他在安静。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懦弱了吗？谢谢你，我要回去。他不敢自己来找你，你还说他不懦弱？这些箱子都给你吧，我走了。面对事实会比较好哦。我笑凯就凯，珍珠雪莲，这边还有一个东西，好像床旁边吧。神刃巨灵，这个听说很强，听说很强，有很强吗？好像也还好。你一定不明白的，我就是让你清楚一点。我每天要打败三个武力人士，夺走他们身上武功秘籍，这就是我修炼的方式。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那我就要再接再厉，从头来过，这样我的武功会越来越强。那就来试试看吧。好弱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早晚会变得更强。啊，岩石旁边躲着一位笑笑真人，武当走道，这里，这里，真是的，想不到我躲在这，还是会被少侠找到。那有什么？那有什么礼物、宝贝啊，可以送我吗？我们也有缘吗？好，这样我们有一面之缘，就让我们送你一些棋子吧。棋子棋具又对我没有什么用啊，你留着吧。你我有缘，所以我送与你。若是你再碰上适合的人，就上再送给别人吧。燕伯伯，燕伯伯，要找我帮忙吗？我不喜欢人太多，你先请一些人离开吧。道长，有什么事吗？知然道长附有书信一封，要交给道长。原来是这样，师兄在千峰里修道，多谢帮忙，店里多了个鞋具，就算当作谢礼吧，不成敬礼。哎，这是树林还是千峰林啊？都不是，这里是柳秀林。这么麻烦，那我不管这档事了。老丈，这有个峨眉弟子托我送这个东西上山，我找了好久找到正确的路，这事我干脆不管，你爱怎么处理我都不管了。好，走吧。但是我想 AK 破 OK， 就这样，走，先行挑战一下。你是来挑战的吗？不错，我每天修炼，一次比一次强，不管胜负，总有一天我是最强的武者。接招吧！嘿呀！好弱，没关系，一时胜负不是重点，早晚变更强的。